真的是非常棒的体验。那我们这回呢，来到是台湾的东部，第一站就是来到台东。我们要来台东呢，就是寻访秘境。而刚刚体验了飞行伞，哇，这感觉真的是很棒。那另外呢，当然咱们旅程才正要开始，跟着可以我一起来发现台东的美，台东的最美好。走，咱们找秘境去。 台湾因山峦绵延，气流旺盛，适合飞行伞的场地遍布台湾各处。鹿野高台就是著名的体验场之一。每年四月到十月，吹起徐徐南风时，就可以看到天空中盛开着缤纷艳丽的朵朵伞花。而夏天的鹿野景色也从没让飞行者失望。绿油油的山峦梯田吸引着中外旅人前来登高翱翔。